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北门望海视频指导研究所，我是所长。一不小心就好长时间没有更新了，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 B-roll 手持拍摄。刚才这条影片是前不久我刚拍的，除了开头的航拍画面，其余的镜头全部都是手持拍摄，基本上一个人一台机一盏灯就搞定一切。关于 B-roll 有几个关键词，第一，我想应该是升格。你必须全程拍摄升格画面，以保证后期时可以利用变速来营造我们想要的视觉效果。目前市面上可以完成这件事情的机器很多，这一次我用的是 Zcam E2， 它能够拍摄 4K 120帧的画面，这一点真的非常香。第二个关键词，我想应该是镜头设计。你需要考虑很多的问题，比如镜头如何运动，上一个镜头与下一个镜头如何衔接，而且最麻烦的是B-roll 的拍摄很难提前做分镜脚本，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。我必须到现场，根据被拍摄者的动作和场地来现场做设计。所以，如果是商业拍摄，我一般的做法是在正式拍摄之前先做一次试拍，在试拍的时候把大部分的镜头运动设计好，然后找一个黄道吉日再正式拍摄。关于镜头设计，我还想再啰嗦一句的是，我觉得拍 B-roll 手持比稳定器要好得多，因为只有手持拍摄，你才可能准确地跟上被摄者的每一个动作。所以放下你手中的稳定器，多练练手持吧。关于这次的拍摄，对我来说还是有很多的遗憾。接下来我想总结一下我自己看到的不足。首先，一口气拍八家店，这真的有点太疯狂了。B-roll 这种表现形式，我觉得还是更适合拍单店单品。八家店拍下来，不但我拍到后面没什么感觉，看的人也比较容易疲惫。再来就是灯光部分，这次大部分时候我只用了一盏爱图仕的 120D， 主要还是因为单兵作战，所以在中餐厅等一些部分，画面整体的曝光有一些不足。大家如果尝试拍摄，有可能的话，在灯光上还是可以多加一些灯。最后我想和大家说的是，拍 B-roll 你的镜头设计可以尽量大胆，因为有升格在，镜头怎么样都是稳的。但是你和被摄者之间的默契真的只有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才能建立，所以一个难度稍大的镜头拍上50次甚至100次真的很正常。希望一遍过好不好？过完了这个还有下一个呢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往往被摄者会感到很不理解，怎么拍那么多次，为什么还不行吗？要不然就这样子吧。这种时候你要给他一些鼓励，告诉他不是他的问题，当然也不是你的问题，而是 B-roll 拍摄本来就是这样，拍很多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。同时最重要的是，你自己一定要坚定，直到拍到真正满意的画面为止，
在那之前不要放弃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，那么请关注哦。喜欢汤圆视频影片的朋友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